大家有打过高尔夫球吗？没打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太棒了！我们今天就是来圆梦，从小的梦想就是打高尔夫嘛，是吗？对，我们今天的场地很特别，室内高尔夫球场，大家有看到，多人那种练完不收杠片的，好容易，我就直接把这个场地利用当高尔夫球场。哎、欸，那如果我们等下打坏东西怎么办？我跟老板很好，哦，没打坏，就三个人一起打。今天我们是个人赛，发球点打到进球的那个洞之后，我们看一下谁的杆数最少，最少谁就赢。输的进口靠一下。假设最赢的十五杆打进，最输的可能75杆。对啊，好有效。好靠谱。我们怀念他们。选手一号，见人盖一，球龄0年，从来没有打过高尔夫，绝招二头伸远打击，运用肌肉力量爆发出超远飞球。选手二号蔡耀思，球龄0年，看过老虎5次打球，绝招精密落点预测，用头脑打球，精准控制落点位置。选手三号 Mars， 球龄0年，想在高尔夫球场露屁股，绝招抡高尔夫球杆，挥杆同时可以把高尔夫球杆吃掉。选手四号波波，球龄0年，是适合打高尔夫的年纪，绝招光头探照灯，任何环境下都能清楚看清小白球。好，那我们第一届剑客杯应该是只会办一届啊，没意外的话。开始，三元三元，剪刀石头布，他说不，好，我先。你可以打波波，为我们开启第一杆。垃圾卡，这是垃圾。对呀，什么垃圾？你回复上一栋就是加5杆，要不要加？要不要加？不要。看到选手来了，我有加，也没有很强，对，现在不错哎。来了吗？三号蔡老师，我觉得他很恐怖，他会超到。不，我太大力了，要打掉，然后他弹起来就要掉。去，我要去哪啊？去，根本就没差，就打不远。这个位置还可以。哎，好，等等，等等，我也敢这么放哦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错哦，干哦。啊，进来了。让开，我没有在客气的。我没有在客气的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我要你等下打进去里面。醉啦！醉啦！你不要！你不用玩了，小心看不到。这个没救了啦！我不要，我等下可能会打出去。那你不要打到硬举台下面嘞，这个难敲哎。打到绿色，看我最后一场没去。哎呦！哦，吓死我了！你有看到吗？他还要顶到这边有跳出来，不然就抓塞。哇！我是想要冒险，是啊，冒险呐、啊！我已经爆快爆掉了，冒险呐、啊！啊，醉呀、啊！等到我们讲到进去的时候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醉呀、啊！怎么那么短？波波的第4杆，这么快吗？快点，快去！我已经算了，醉他妈那个！中间蛮好的，差不多了。一杆追上你，真是废话。你太用力就不好打，我就会笑。你要有那个对嘛？你要怎么打啊？哎呦，你移那个，那我每个我杠片都放掉了。我们让他铁气一点，打起来屌哎！大力有劲啊！对啊，你看，我没铲出去，我有错掉。你又卡住，球往后一下。你看，我刚才跟你讲的。
啊？我想要把他铲出去啊！越来越紧了。啊，你要不要罚五杆哦？不要。我们会打到早上五点。好像还行。结果不错哦。有没有进入港片的洞里面？哎呦，这球！哎，错错错错！我打打这里，然后弹过去，就去那里。看我把他撞回去哦！反正这么有人打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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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抢哎，这真不行！不知道高尔夫球职业选手看到我们这样打会怎么样？该一，你有打出过直线吗？我没有打出过直线，我不会打高尔夫，但应该不会用这种杆，用推杆吧？走喽！有没有？哎呦！哇，大概几靠就到了，还要偷偷碰我的球、啊，还有一条撞都没有，至少被知道，至少比你。我打到这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叫我干，叫我干，叫我干，哇，叫我干，哇，去了，去了，去了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捞出来，可以捞出来。哎，哎，不错，靠，不错嘞。你是有大力的，你是蛮，他蛮大力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觉得打哪里都不好。然后去柜台了，可以了，很高。对对，就在前面，在前面。这个路线不错，蛮强的。对，好，这样就有机会了。可以，我预计我大概在四杆吧，上去进洞。哦，可以耶。OK， 洞捞出来了。但要过去很困难。我预计抓两杆，一杆从那里到这里，第二杆直接进去。直接进去，不要怀疑。哦，跟你要的位置也没差太远。我下一杆就可以进去柏林了。你爬坡吗？可以，自己来去。哎，哇，因为他弹起来了，他滚回来了。好好好好，这里这里还可以，这里还可以过去。我拿一球过去，碎了。是不是换我了？哦，来了。也太远了吧！这个洞有点太难了。因为它有这个，对，它一定要从这个地方打。你说四杆不可能，我觉得你至少20杆。二十杆，这个绝对20杆。有，最好是我还是想打这个。至少通过了杠片区了，哎呦，它就往这边走了。哇！超过我了！不要有料，跳进去，跳进去真的没救，进去一定加五杆的。我要打整个一颗心脏。好，太大力了啦！哇，哇，真的是大心心，太大力了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可以啊，上坡回来了。就半夜两点多在健身房，终于男人。再前进一点，可以吗？好，哎、欸，撞一下也没关系。好，睡了。我有机会后来居上哦。谁是选手，谁是干地，就干这些球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跟他拼了。有打有机会，有打有机会跑出那里。你上来这边要一杆，对啊，而且你不一定上来。我一定上得去啊，真的真的。好，你看漂亮，我就跟你讲要跟他拼了。我一定上得去啊。完了，继续上烟了。我只能预测它是会弹上来，很难控制。好，哎，你在打什么？在打什么？这个用小力，这个有没有另外一边的杆子啊？这样，那你就先摸啊。那我就这样打。啊，你就这样打。停了，停了，耶、yeah! ！就只有我们三个在玩了，有一个人已经淘汰出局了。漂亮。
醉的，醉啊！出洞出洞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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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再弄个三球就折到他们，他们如果再弄不进去的话，很危险的。哇！完了完了，我挖你了！后来了，不是你碰到打掉。好，我先念好了，运气肯定就有多一些。我快快快快跑！凉了，没有，至少是过来了，有机会哦。哎，好运哦，刚看到哦，有料，我要赢，我要赢，好走开啊！你后面观察，我看一下，你要自己去找到那个节奏，我要说，然后一起这样。站起来了，刚电脑没开机啊！错赛，错赛，哦，你要过来，小心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对嘛，还有胫骨可以打，来啦，波波，啊，是他波啊，已经很痛了。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如果大家想看我们在挑战任何项目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我是健盖一 ，Miles， 累了，请睡觉。老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不讲话。真的累了，真的想睡了，真的想睡了。